在泰晤士河上的龙舟比赛，有鼓声，来去看看。哇，我没有看错吧？这不是独木舟哎，这是有龙头的龙舟哟。哎，奇怪了，现在不是端午节啊，而且这是泰晤士河耶。究竟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另有隐情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！感谢大家这段期间对阿里云的支持跟鼓励，所以我们用这支影片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为什么用划龙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呢？因为我们是无厘头的阿里鱼。大家再见啦，下次见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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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嘿，拜拜拜拜。